奇怪，非常的厉害。你若自从金手摕起来，会够得着宝贝，安尼有好处也无好处无。嗨，这个金手就是南树天官的，伊足好用的。我请问你，迄个金手，迄个梁啊皮拄会过无？当然嘛会动啊！安尼有啊，我老母讲我无可能杀死梁太子，伊惊我枪输。这个金手我家己拿来，迄梁皮当我拄过，伊就死啊！啊好，替我来把宝还手，这个手非提不可。安尼讲的哦，你是讲的，黄毛金手我摕起来，就是我的哦。对，啊，唔则简单摕。有办法啦，我想到啊，这个金手给你，你三个，我等过，金手三个，咱两个分享路走，你走转阮家，安尼，啊我走这边，我替佮做护工，有影有影，伊若对我，伊就摕袂着金手，我身躯若无金手，伊嘛无法度我，有影，我先走，对，行，行行行，你看嘞，叫做金蝶仔。黄毛金手，哎呀哎呀，都是你啦吼！这里啊凊彩叫，你啊看嘛，伊啊冒起囡仔高条，这黄毛金手无去啊，老师特别交代啦。好，连滚回来。
强到鬼啊！你讲是我的囝，你唔通安尼死做，我查囡仔无应该。既然来到这个素材来撩乱，伊若拄仔出事无偌久，伊是我的性命，血温泉。你若一个献出，一个囡仔爱命真困难，我求你体谅一个老母的心情好无？你别急放，是啦，阿娘，你别急啦，急手快点，别急咯，是，别急，我紧嘞，急手，你讲你讲啥？我急手嘞，我声都鸣手起来呀，阿母，别用你，这个金手，你别当毒死龙太子，要替我老爸报冤仇，是，把这个金手，不用钱，我要哪个能害死这金龙？你甲我问，冤仇无报不要紧，阿母袂当来失去你的性命。收回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好，既然